陈丽是陈丽是陈丽。对，弑神令是代表着人和妖他们要缔结的永不能背叛的一个誓约，当然它也代表着我们现实世界里面就是我觉得很好的爱情。前面半部分的话我就更那就是我自己的样子嘛，就是人的样子嘛。妖这个东西呢，因为它不是一个固定性的东西，就是所以你没办法去演一个什么样的妖的东西。对，所以在那个情况下呢，我就觉得尽量是会有更也我说不出来，就是就那样了。第一次我走进我的庭院的时候，我一进去了就到了，那就各种跟你讲说，这个是啊，这是山兔，这个是什么河童啊，那个是什么？我看到全是小绿人嘛，对吧？当然，你如果你不相信你自己是晴明的时候呢，你当然会觉得很好玩啊，很好笑。但是你当你开始开机那一刻进去的时候，你就会相信他。我怎么长这么胖啊？不让别人知道是吧？